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有二十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。主啊，今天愿你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，悦纳我们心灵诚实的祷告。主，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掌权。主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主啊，来接受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福音要临到我们每一位，临到那些寻求真理的人，临到那些在黑暗中被捆绑被捆锁的人。主啊，就像你所说的，要被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压制的得以自由。主耶稣，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。主啊，在过去的一年，你恩手引导了我们，我们走过的道路都是祝福，滴满了脂油。主耶稣，让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带着喜乐，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来面对新的一年，知道你必恩上加利，上加利，引导我们的新的一年中生命更加的成长，彼此更加的相爱，家庭更加的和睦，更加的爱主，侍奉主，传扬主。哈利路亚，也愿你祝福我们二十几位受洗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一次的相信你，永远的跟随，让他们不仅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也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家人朋友邻舍，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寻求真理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我们请受洗的上台上来，来，受洗的所有的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上台来啊，请上台上来。好，那我们大多数都浸水啊，我们今天是浸水。哎，那我们，但是我们也有点水，有几位要点水的啊，大家到前到台前来啊，到台前来。我们有这个，来往中间，往中间，大家都往中间来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弟兄们站后边，弟兄们个儿高站后边。好好好，我们可以站两排，站两排。好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这个弟兄就不用带花了啊。我们有一位姐妹特别感动，那么要给我们唱一首诗歌，那我想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大家一起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让他们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，什么时候信主的就好了，不要说多啊，说多我们时间不够啊。从吴波开始，来来，往这边来，来，大点声，快点来，就直接说了一句话，叫什么名字，在哪个团契？我叫吴波，我在Rancho 这边团契。好，好，给他一个掌声啊！哎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给掌声。我叫吴伟晨，我在 Rancho 传奇吗 ？Rancho， 好，我们给他掌声。我叫黄建博，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上大二。好，我叫赵天福，感谢主领我回家。赵天福弟兄，感谢主。我叫孙晨正，我住在阿普兰。住阿普兰啊。我叫马小雨，我住在方坦纳。方坦纳。我叫王磊，我在阿登纳。我叫罗佳，我在 Ontario 团契。Ontario。我叫吴飞，我在 Chino 团契。Chino。大家好，我叫龚平，我住在阿普兰。啊，阿普兰。阿普兰，阿普兰。我叫 Amber， 然后我在那个 Ontario 团契。好，下一位。我叫彭冰，我在 East Valley 小组。好，下一位。我叫斯美兰。我就在七弄。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刘青，去过 Glendora 小组，感谢主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。好，感谢主。大家好，我叫 Helen 陈，我在 Almonte。Almonte。哎。大家好，我叫郭在熙，我在 Ola 团队。Ola 团契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志群，我在 Pomona 团契。Pomona 团契。大家好，我叫彭新瑶，我在 Tamikla 团契。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彭燕杰。哪个在哪个团契？啊，软戳库库曼嘎，他不会说啊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静，是高霞。啊 ，Tamikla。嗯 ，Tamikla。大家好，我叫 Selina， 在温纳。温纳。耶。哎。大家好，我叫唐丽群，我住访塔纳，在 Rancho 团区。Rancho 福唐访塔纳。大家好，我叫袁慧云，刚来美国不久。
弟兄姐妹好，我叫梁世杰，我住在 Rancho Cucamonga。 Rancho Cucamonga、哎、大家平安，我叫王银飞，在尔湾。尔湾，哇，尔湾，欢迎欢迎。好像26位啊，26位。那我们来，我们请郭姐妹，哎，麦克风给郭姐妹，她要，她今天有感动，要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来到前面来吧，哎。我觉得最知心的朋友，这时候最能够代表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感谢主，感谢弟兄姐妹，感谢张牧师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思琴给我们弹，来，大点声，思琴。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？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可敬拜团带领我们继续的敬拜，那么姐妹们从那边楼梯跟着国分传道上去，弟兄们从那边跟着长老上去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来，现在开始行动，一二三，我们走。好，那来，那个我们敬拜团请上来，我们带领我们第三首诗歌。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。世界也不能躲
见你美好的应许，正像你所应许我们的，你赐下了属天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伏笔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与你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我凭着信心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我等候，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计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。我们现在就开始为他们施洗，好不好？当我们施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人得救，全家都蒙福；信而受洗，必然得救。当我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受洗，大家给他们唱一首诗歌，就是个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四琴到这跟我们谈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你们好，赵天福弟兄，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愿意。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一生跟随耶稣吗？愿意。好，赵天福弟兄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不用管，不用管，不用管。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得罪一生跟随耶稣吗？跟随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
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
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
永不回头。是罪人的时候，你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救我们脱离苦难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献上我们对你的感恩。没有一个忧患，耶稣不能担当。没有一个摆设筵席，
使我的父辈满意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环绕，你的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，是我一生恒生的恩典。与我所立的愿，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还有几位点水的，请上台来点水的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欢喜快乐吗？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给神一个掌声，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，你们我们去年有108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108位，那我们今天呢也差不多60多位了，因为今天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，所以同工们的精力很多用于这个硬件，那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硬件现在基本也差不多了，那真的是欢迎弟兄姊妹通知你的亲朋好友来到教会来聚会来认识神，阿们。我们刚才哈利路亚，我们刚才看到每一个受洗的人，你们可能看不到他们的表情，都眼含着热泪，都眼含着热泪，他们感谢神的救恩临到他们，他们也感谢神拣选他们，每一个人当他们流着热泪说主我愿意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多一份的感动啊，做牧师最欢乐的时刻就是有人信主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今天还有四位姐妹弟兄，一位弟兄，三位姐妹，他们要点水礼啊，因为啊各种原因，我们要给他们实行点水礼。那点水和进水是一样的啊，不要说进水是进得透啊，点水就点得不透。圣经马可福音16:16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，没说信而受浸必然得救。那么点水和浸水都是指水里归向耶稣基督的一个仪式，那重要的前提呢是那个 belief， 你们是那个信，如果不信啊，你在水里洗100次也没有用，那信了啊，不同的宗派有的点水有的浸水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首先的前提是他们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信耶稣就是基督，信耶稣能够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与父神重新的和好，你们信耶稣我们就永远的生命，就与主联合，基督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在基督里边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啊，请我们同工预备水了没有，来，好，请郭芬到台上来。司美兰姐妹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愿意。你愿耶稣的宝血洗你的一生跟随耶稣吗？我愿意。司美兰姐妹，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叫 Helen 陈。Helen 陈姐妹，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愿意。你愿耶稣的宝血洗你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？是的。Helen 陈姐妹，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姐妹，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愿意。你愿耶稣的宝血洗你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？是的。公平姐妹，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阿们。
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谁全正弟兄，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一万个愿意。你愿耶稣的宝血洗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？一百万个愿意。随全正弟兄，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